午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线上面对面中午来相见。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中午12点，那凡哥在这里跟大家不见不散哦。记得是中天电视还有大新闻大八卦两个频道同时双开，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忙哦，我手上两个，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这个平板哦，都在双开。也麻烦大家现在在线上的朋友帮我按赞分享出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独家呐。人家昨天从大怒回来，今天就来上这个线上面对。面哈，别的节目都没有，所以像是什么科技梦生啊，哈 ，AZQ 啊，吉祥星啊，赶快赶快帮我这个按赞分人为哈，按赞分享出去哦，哈，然后帮我双开哈。隐形超人说凡哥好漂亮，这个不要再撒糖，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哈，永远的小弟，赶快赶快帮我朱兰来这个按赞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听听今天哦，我们这个马前总统在大陆的11天的行程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包括哈现在还有 Atina Anita sorry， 还有美方欧美方也在线上，好，正 KKP 咕咕噜噜，麻烦大家按赞分享。好，正式介绍今天的来宾，就是也是刚刚从大陆回来哈，陪着马前总统11天哦访陆行的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晨，旭晨哥好。凡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也叫我凡哥，我真的是好。这个一开始呢，哦，就因为其实呢，这个哦，你看，已经有人说萧先生中午好了哈，哦，来，对对，八两，赶快帮我双开哈，哦，很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因为大家因为民进党就是看到这个马前总统去了这个大陆啊，哦，特别进了深水区北京哦，然后见了习近平之后，大家就集体崩溃了，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哈，哦，对，就开始什么话都讲出来了，甚至他们的一些媒体呀，啊，都开始作文比赛，哦，写那种因为你在现场都在写小说哦，都在写这个武侠小说那种。感觉都不知道这个是新闻还是什么哈，那然后认为还有人认为说，哎，你马英九去都没有捍卫我们的权益，好，那台湾国的权益哦，台湾国的权益吗？不是吗？哈，对，所以呢，我们就连续2天做了民调，我们也先跟旭晨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是2天前做的哈，15个小时前，好，马习二会北京登场了，前总统马英九当着习近平的面就说出了最近两岸情势紧张，我们的人民不安，很直接啊，很直白啊。那你觉得这场会面对于两岸局势有帮助吗？你看71%的人，20000票哦，71%的人说有，那没有的13%，但是也有15%的人觉得至少传达了60%民众的心声啦，因为毕竟执政的是赖清德嘛，好，那昨天接着我又做这个民调，这个好说，哎，马英九在这个马习二会上就直接口头一中各表了吗？好，对，因为听到中华民国啊，然后当然后来他又改成中华民族，但是习近平也没有变脸啊，那你觉得这真的只是一个口误吗？哦，当然这个等一下要请旭晨跟我们分析一下哈，来。11%的人说，啊，真的就是口误啊，哈。24%的人说他只是实话实说，因为一天到晚中华民国讲久了就会实话实说，就像那个赖清德台独讲久，不小心就会讲出心里话这样子啊。但是有65%的人觉得这个很厉害，是技术性的在习近平面前讲到了中华民国。但不论如何，我们的中华民国就这样子在习近平的面前出现啦。好。这是网友的，大家都网友的意见了。但是实际的状况，因为旭晨当时在这个就马前总统在发言的时候，你就坐在他旁边。对，我其实有仔细的看你的表情，其实你还蛮镇定的。听说还有政论节目在讨论我的表情。对对对对对，然后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对，没错，有人说什么你吓到啊什么，可是我觉得昨天我跟那个昨天张委员，我们俩就说没有啊，感觉像是很镇定啊，好像感觉像是觉得说应该就是这个就是这位马先生他习以为常的一句话了，所以他就讲出来了。所以到底是口误还是怎么样？他后来有没有跟你讨论这件事？谢谢凡哥。嗯，这个是很简单哦，纯粹是口误，因为我们的稿子就是中华民族。嗯嗯。哦，那当然，谢凡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他这个在台湾常常讲中华民国嘛，对对对，这成为他一个习惯的一个用语啊，对，内在的，嗯，内建的一个内建的一个层次，已经在潜意识，所以这个难免会有口误啊，嗯，所以但是我们要郑重的来说明，这是一个纯粹的口误，纯粹的口误，所以没有不是技术性的刻意的要讲给习近平听啊。但是当时除了你的表情也很镇定啊，旁边的这个老师的表情也很镇定，说对啊，那对对，就是对面那一排的人也都。眼睛也不眨一下，好像也是，
当然就我们正面一点讲，他们也挺大气的，听到没有立刻说哎呀好停止了出去不跟你讲了，对那种感觉。徐先生的格局很高了，这就是这是你们这一次跟他见面，你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哦，你说对习近平先生，对，就是这一次对跟习近平先生，我个人见这是第三次了。我第一次是见2013年的时候，对对对，也是到人民大会堂，在对，也是到人民大会堂。然后第二次是新加坡2015年的马习会，是加上这一次是2024年的马习二会。我一共这个近距离这样，听习近平先生讲话三次哦，我的感觉是说，他确实是一个很了解台湾，而且格局很大 的一个人哦。当然，我们两岸制度不同，我们当然就像这次马总统跟习先生都有提到，我们两方的制度不同，对，制度不同，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去接受对方的制度，但是是可以对话的，这是所谓的求同存异嘛。那这次马习二会最可贵的意义就是，那个可以坐下来重新对话的这个气氛是又打开了。对，好，那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坐在对面的，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王沪宁、蔡奇，他们都是正国级的领导人哦。对，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个、真的是习近平的左右手。对，最重要是大陆只有七位政治局常委嘛，都称为正国级领导人。对，就七位中就来了三位。那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大陆的一些这个政治的一些安排哦，有，这是张委员有帮大家把这是极为罕见的安排，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要特别的强调，这个礼遇，这个高规格，不是针对马总统一个人，是，他是针对所有的台湾民众，他们口中的台湾同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场合，马总统已经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他只是一个平民，带着20个台湾来的年轻的学生，结果三个政治局常委坐下来面对面，而且不是那个一般的会见哦，是工作桌，跟马习一会是同一个一样的规格，然后用这样的规格是展现他们的慎重，因为就变成说不是一般的会见哦，它是一个类似，不要讲会议，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我要听取你的意见，我要跟你表达我的想法。那更重要的是后面坐了一排的是台湾来的孩子们大学生，然后这个也是大陆历史上哦，中共的领导人历届领导人第一个聆听台湾来的学生的意见，这个过去没有，对，我想未来也会开很，也不一定很容易安排，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场合，是，所以我等一下也是会讲，我觉得这样的场合，习近平要释出什么样的讯息，那我们未来的赖清德政府要怎么接，这是肯定是未来四年的一个重点。对对，没错。而且我们这个我们在当时去访问的，我们的记者也问到这我们台湾区的学生们都觉得说，哇，习近平真的有听我们在讲话，哎，这样子。所以其实学生，我们的至少这20个，我们台湾大学生的反应是觉得说，哎，原来他也是这样，可以跟我们这样对话的。对。我这里要讲一个概念，我很谢谢我们中天做的这个民调，其实7:1嘛，对不对？对，认为有助两岸。对，如果你再加上另外那个16个百分点，是说认为至少可以反映60%的民意，因为没办法，执政的不是那我们广义来看，至少就有71加16，这个是接近90%的了。对，几乎90%的民众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对，90%的民众希望两岸和平共存。所以我认为这个民调反映出来这次马习二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最重要意义，就是它让台湾人，让我们那个台湾人的这个紧张的这种心情，稍微有点缓解。对，因为习近平公开的谈话，或者是他对我们的回应，他完全都没有提到我们任何不想听到什么一国两制啦，什么我一定要这个统一，一定要统一啦。他只讲他讲的是一些比较柔软面的，比较情感面，比较文化面的，对中华民族，哦，他甚至于有些用语是过去，我想你以后访问那个赵春山老师、张武玉老师，他们比较资深的两岸学者都会提到，他过去的用语不是这样，比如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用法，因为过去他们常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对对对，他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然后又说家国团圆，对。
这其实是一个更柔性、更中华文化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因为从今年大年初五新下海域的事件之后，蔡英文政府的处理是相当的糟糕的，所以他变成是说，甚至到最后还要实弹演习，是被美国人匆匆忙忙来阻止的吧？你说美国爸爸来说，你给我胡搞瞎搞。对，你说那个罗森伯格就是嫌命来阻止这些事情嘛？可是你看到这种兵凶战危的时候，已经是真的是箭在弦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春暖花开的一个场合，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台湾民众来安心？对啊，我觉得这就是马总统他在思考，他当初要走这趟行程，要去跟习近平见面哦。虽然背负着1450跟绿营全面的抹红，各式各样的。对，我在去之前也上你的节目讲过了，你与其抹红，不如处理好苏丹红嘛。因为他们的无能才让两岸变得那么的紧张嘛。在你们去这个在大陆的期间，我们又发生了地震，然后我们这个食安也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对，所以这个我们的内政其实是一团混乱的啦。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说，习近平他抛出了一个，你说是橄榄枝也好，或者是抛出了一个球，他就是告诉未来的赖清德政府，我们回到中华文化的根源，对，我们回到所谓的两岸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脉，这样比较柔性的角度，对，我们找一个共同政治基础，坐下来谈，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柔软的橄榄枝，是，那接下来就看蔡政府怎么赖清德赖准总统，蔡已经放假了，他怎么来回应？但是我很遗憾，我看到说，原本我们去的过程中，那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邱主委啊，他本来还他是讲一个很正面的，就是说那个乐观看待，说这个两岸能够有交流对话嘛。对。可是没有想到昨天的那个陆委会的新闻稿就变得非常的鹰派。对。不但痛骂这个马前总统这此行，对，还否定我们身为炎黄子孙，说是远古传说。远古传说。哦。我在这边还是要很郑重的建议陆委会哦，嗯，我呼吁你们慎重的收回这个新闻稿，因为这个新闻稿会为未来带来很多不可测的危机。真的，如果你连炎黄子孙你都不承认，那你是什么子孙？你是欧洲的吗？你是美国的吗？哎呀，那为什么你不承认是炎黄子孙？那你是不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你就下令我们严禁拜妈祖、拜关公？所有的妈祖绕境一律停止，因为那都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人家已经要这个改造社会，你不是炎黄子孙嘛，所以这些所有跟中华文化有关的，你都要去掉。你是不是要这样做才能够洗涤人心嘛？对，那也不用过年了，下次也不用放年假，哦，马上端午也不要划龙舟。所以我是觉得很离谱。你陆委会讲陆委会的政策，我没有意见。比如说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好，你认为两岸的范围你要怎么讲，我没有意见。你扯到了我们不是炎黄子孙，这个事情很严重，很严重。因为你看我们网友说，他可以把它凹成我们是南岛子孙，这像话吗？南岛子孙，这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一个刻意的要让两岸越走越远。对，那只加尬派给那段，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嗯。他的目的是要让两岸 走向战争吗？这我是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在赖清德就任之前一个月，嗯，因为我们陆委会，我不相信这个陆委会这个新闻稿没有经过赖，因为就像你讲的，蔡英文肯定开始放假了吧？对啊，蔡英文放假了，也不要这样讲了。也许蔡英文认为我还是要尊重下一个总统，因为我在一个月我就已经什么没有，我就不是了嘛。对 对，所以任何的重要的政策、重要的新闻稿，我还是要给赖看过。嗯，那这我认为100%有经过赖的同意。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危险哦。嗯，是不是赖清德要提前释放一个讯息说，我上任之后我也不承认我是中华民族了，对，我也不承认我是炎黄子孙了，对，那我就是要走我的路。嗯，所以就是要硬干。所以你刚刚讲了，美国国务院都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等于是肯定马习二会，支持继续降低两岸紧张，哦，有助两岸关系。这都是美国，你说美国爸爸也好，美国妈妈也好，都这样子肯定。那结果，言必称美国抱美国大腿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对，这是居然连美国爸爸话都不听了。嗯，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
走向真的更这个所谓的这个走自己的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这真的是因为其实那天的这个谈话、啊、我们也听到，就是说习近平说了两岸没什么心结不能化解、哦嗯、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让我听了觉得哦很正面很正面、哦嗯、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年轻学生啊，对，然后我们马总统也回了一个嘛，就是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渡尽劫波兄弟在，对对，相逢一笑泯恩仇，对，所以这个都是中华文化，不是吗？哦，当然我知道现在年轻人都读不到了，没有机会读到，去中国化了，对对对，因为鲁迅是谁，搞不好都不知道，只知道卤蛋了，但是你其实意思就是说，就像刚刚旭成哥讲的，习近平开始递出一个柔软的橄榄枝。赖清德，你还不赶快上车吗？赶快接住上车啊！就说好，那接下来，哎，这个是不是我们还两岸之间就不要这么的有没有？现在观光业者也哀哀叫嘛，对不对？嗯、然后那个金夏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这个，对，我们还有一个人还在大陆嘛，还没回来嘛。然后那另外两个罹难者的这个骨灰也还在金门嘛，也送不回去嘛。对，那是要怎么解决呢？然后你的五二零演说又让这个美国吓得半死，哈，日本现在也据说很紧张。那你一定要让大家这样的担心你吗？你就顺势，你看习近平这样讲，你就顺势上车。当然，两岸确实是有些不同的制度啊，确实两岸这次分隔这么多年是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对，你可以这样去表述，没错啊。对，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该上车还是要上车、啊。所以介凡，在这里我再延伸一下、哦，嗯。我宁可相信现在所谓的陆委会的新闻稿啦，然后这些民进党立委乱骂啦，嗯，我宁可相信是交接真空期的杂乱无章、哦，是因为蔡英文可能也不管了，嗯，赖清德也不能真的管，对，所以搞到各部会各行其事，对，然后立委各自去放炮，嗯，如果是这样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是一个经过赖准总统的意志做了这个事情，那我看到的是未来，我真的很忧心，因为。如果在这种柔软的时刻，他还用这种比较强硬的态度去面对的话，嗯，那我可以估计五二零之后赖清德的两岸政策的基调恐怕不是那么乐观、哦，嗯，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他虽然去中国化，他虽然走这个柔性台独的路线，可是他至少表面上是维持现状嘛，对、嗯，他至少表面上不会讲像赖清德这么直白的话嘛，对，然后。他至少美国说的话，他立刻他是最听美国话的总统，对对对，可是赖清德还没上任哦，嗯，他就已经没有那么听美国了，所以我不知道美国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啊？但是我不认为美国人会乐见这样的情况，不然罗斯伯格为什么短短几个月来四五次？对啊，有必要这么常来吗？对啊，你以为他很喜欢你、哦、表示布林肯认为抓不住嘛？对，因为罗斯伯格是布林肯的办公室主任出身的嘛。是是是，就他代表就是真的是。可是布林肯跟罗斯伯格说：“你再多去几次，因为我不聊我他要不要常驻台湾好吗？是不是？”然后萧美琴去也去了，对，表示说萧美琴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也没办法代表赖清德保证什么事情？对对对。那这个事情，哎，开玩笑，你即将上任，你的国安团队都已经出来的哦，对，都是一些老面孔嘛。都是一些鹰派的变孔嘛、欸。来，国防部长顾立雄，好，外交部长是兴趣很广的林佳龙，然后陆委会，哎呦，这个邱垂正，好，这个反正换来换去就这些人。刚刚这个旭成哥说啊，就是新瓶装旧酒。我刚刚说什么新瓶？他们现在连新瓶都懒得用了，就标签涂绿一点，就这个标签稍微就是每个瓶子之间标签换一下而已。有懒惰成这个样子吗？是没有人才到这种地步了吗？外交部长又林佳龙啊，哈，对，这以前我记得我们至少前面还有欧鸿烈部长、啊啊，这个不能怪林佳龙，林佳龙应该也不是自己自愿的啦，他是行政院长未遂嘛，所以就。行政院长未遂，所以因为外交部肯定是没有成绩的嘛，因为吴钊燮都断了九国了，那林佳龙如果接下来他如果只有断交，他也应该他应该也不乐见，不会超越林佳龙，我是觉得不会超越吴钊燮，我是觉得对林佳龙的历练来讲，这是有点委屈的安排，不过没关系，这个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家务事，只是说。我刚刚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国安团队，因为你还有一个是传说中，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国安会秘书长是吴钊燮，确定吗？确定啊，因为自由时报写的，你就相信吗？好，这个是权威管道嘛，所以这个吴钊燮加顾立雄的组合、嗯，一个在国安，一个在国防，嗯，那我真的觉得未来两岸关系很难乐观，真的，而且加上赖清德这次还没上任前就不听美国爸爸的话，嗯，
那这透露的讯息，我觉得还蛮让人感到忧虑的。没错，嗯，没错。你看，至善说，至善说，感谢马前总统化解，谢谢，感谢至善，然后两岸和平。好，对，而且还有，你看八两马上就说，还有一个更要求的是，现在听说司法院长是谢长廷，因为他要卸任那个驻日代表。八十岁还可以接司法院长？反正民进党没有不可能，民进党都是充满了无限的惊奇啊。对，所以接下来这个政府这四年，我不知道我们的人民，那陈水扁应该也可以特色了。一定啊，对啊，一定要特色啊，他也可以出来当个什么司法院长，对，类似之类的，对不对？法律系的，好，硬到底啦！你看，大家就说现在赖清德就打算硬到底啊、哦！天哪，可不可以不要拿我们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我们生命财产安全来？当他说自由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预示了我们要付出一些代价。我们已经付出代价了，各位，中天已经付出代价了，但中天付出了失去了媒体自由的代价。对对 对, 对，我们的言论自由真的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自由付出代价。现在大家哈，这个支持中天，麻烦按赞分享哈。我们现在也只有靠这个方法，用这个管道让大家听到真实的声音。因为现在你在一般电视主流媒体哦，这一次马英九去大陆的行程基本上是不太被爆的。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太露出，除非出包的时候，对，出包的时候就来了。听说他们全面打压这个马习二会的新闻了、啊。嗯，对啊、嗯。然后呢，昨天我跟他分享一篇啊、哦，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广中央广。央广写了一个分析稿啊，说什么？哎，马英九，你看见个习近平啊，说习近平一来就已经先给你下马威哈、哦，他是这样讲，说他们俩见面说下马威，所以马英九紧张到都口误了，然后台湾的媒体还被清场了哈、哦。哎，旭成正在现场，这个是作文比赛，是用幻想的通灵的吗？央广是国家广播电台，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记者的稿子还是引述，嗯，这有点失去记者这个媒体的一个中立性，嗯，这都是假新闻，这假新闻。我说从我们出发。国安人士，所谓的国安人士一直对特定媒体放假新闻。对，那你刚刚讲央广这篇更是假中之假。嗯，台媒没有被清场啊，里面还有台有联合报，还有这个 TVBS 都在里面、啊，怎么被清场？嗯，还有这个，我要讲哦，这真的是民进党的认知战，一开始就放假新闻，说马习会是四月八号见面。对，而且进一步加码说是在台湾厅被矮化。对 对。然后后来又再加码说。哎，四月八号没有了，所以延到十号是为了对抗美日非三方高峰会谈。高峰会。然后好像就是这个本来是八号的，看到美国这样子临时改到十号。嗯。我说这都是写小说，完全不符事实。没错。第一点，从来没有四月八号这样的安排。嗯。第二点，我们这个都是一两个月前就要去安排的事情。没错。那还有。这个熟悉两岸的互动的人就知道，熟悉大陆 的政治逻辑的人就知道，大陆不可能用两岸的场合来应对国际事务，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两岸问题国际化嘛、啊。所以你怎么可能用一个马习二会去对应拜登跟这个岸田文雄？如果今天要采取大国的博弈，那大陆应该是找俄罗斯，嗯，或是找那个中亚国家，或是找这个沙特阿拉伯。嗯，来应对所谓的这个美日非，对对，他怎么可能会搞一个两岸的东西呢？所以这是完全没有尝试的放话，真的好超级没尝试、欸、我看了央广这个新闻，我很难过，因为我当过央广的副总台长嘛，所以啊，对，我就觉得这个这样的新闻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新闻的伦理上的争议了。嗯，没关系啊，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新闻了，因为真的身为新闻人，也不能把它当小说啊。就看到这个，我只能觉得说，那就是他怎样，就是做梦梦到的啦，只能这样办，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是要这样写啊，因为现在这是认知战，是在认知作战，现在的所有媒体就在他们绿这个民进党的手上。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叫做怎么样，就是有志难伸，哈，对不对？嗯、就是也是很全面打压，没有办法全面打压，全面打压，对，中立媒体全面被打压，对对对。而且这个这个我要问一下，当然有一些秘辛，既然旭成来要问一下，你们马习一开始前面见那个这个致辞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哦，我跟那个谁张委员还反复听了好几次，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那个。这个态度上面怎么样？哎，看起来都蛮和缓。闭门之后气氛如何？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个据说，哎，我们马前总真的被茅台给灌醉了吗？有这回事吗？啊，因为我知道他这个酒量不是太好。对，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比较有趣了？对，先说这个
闭门之后的会谈、哦、其实我有看到我们这边的政治媒体人去观察，我也很认同，我在现场看也是这样，就是习近平先生他常年他接见这个外国的元首，或者是跟拜登的画面大家常看到嘛，大家觉得是蛮严肃的人，可是那一天他看到马总统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柔和，对，很亲切，因为看到老朋友嘛，你都没变。然后闭门之后呢，他听台湾同学发表感想，然后台湾同学也有这个一些这个回馈，然后他也立刻回复，而且是他都脱稿，因为他有稿子，但他都是脱稿哦，他直接就回应学生的问题，就比预计时间还多了快二十分钟哦，就是很我在现场听，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诚意去回答台湾的学生问题，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这是大陆史上第一次大陆领导人面对面听台湾的学生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认真。那习近平是回应的态度很和煦，所以后来我们同学走出去，因为他们后面我们上车的地方只有央视，对，有央视有访问一个同学，对对，那同学说好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在跟他们讲，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还是讲，虽然我们跟大陆制度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去依附西方或是美国那种妖魔化的一个策略，因为你妖魔化习近平，对我们两岸关系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我们呈现出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他也许有他的这个所谓的制度上的坚持，可是他对两岸关系，他对台湾同学的一个态度的反应是真实的，这个我要讲第一个。等一下。网友马上就说：“天哪，习近平都可以即问即答了，那我们的蔡总统跟赖清德呢？”而且习近平前面没有读稿机，他没有读稿机。对。好，第二个就是在开完会之后然后我们就习近平就走到这个工作桌的旁边嘛，跟马总统握手。然后习近平就跟马总统说：“欢迎你常来，希望你多来。”然后就很。真的像老朋友这样相互的这个道别那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场面看的我是还觉得蛮温暖的，因为就是一个老朋友之间的一个话别了哈。然后到了晚宴是到这个钓鱼台国宾馆，是由政协主席王沪宁来宴请那当然这种私下的宴会哦，我们也要尊重，我们互相尊重，有互信，所以我们这个讲话内容我们就不对外公开，但是我可以说王沪宁主席王沪宁先生真的是一个如这个我们台湾许多的传说一样，他真的是一个相当有他的这个怎么讲，有他的一个内涵的一个人他讲了我们谈了很多话题是都没有受限制的那比较特别的是你这样讲喝酒这主人就说都抱歉了，我们今天招待各位是拿出过期的茅台，过期了，2006年的茅台，那个好值钱啊！大家就很幽默了哈，对对，过期茅台，然后大家就开就是就笑开，对，就开怀来喝，但是我不觉得马总统有喝醉了，你那个画面应该是他，因为那个是他下车的吧，总是那个随扈要去给他。我刚刚给你看那个画面是很多年前在台湾，我讲的是那个今天那个对不对？好像中天的一个画面，对对对。那脸是有红红啦，对，脸是有红红。那这个我还要讲一个小的花絮，就是不止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是很高规格的哈，它是接见外国元首的地方，就连在钓鱼台的国宾馆，它宴请的场地都是钓鱼台的最高规格，是叫做万柳堂，万柳堂就是乾隆皇帝，清朝乾隆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他最常去那边休息的一个地方，等于是他的一个别宫哈。那这个还保留当时清代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古色古香。那这是大陆宴请外国元首的最高规格的场地，譬如说像俄罗斯总统普丁，还有其他的一些元首都在那边跟习近平有宴请。那我们吃饭场地就在那边，那钓鱼台。国宾馆它的招牌菜就是它的最有名的菜，叫做这个什么鱼汤，是不是？就是乌鱼蛋酸汤，它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汤，哇，非常的特别，很清爽，然后就是主人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招牌菜，就是很有钓起来最有名的菜，
高规格的，就是一个汤。那然后那个有重要的国宾来，都是喝这个汤。嗯，那、啊、我喝的也是觉得真的还蛮特别的、啊，很清爽的一个汤。好、哦，那样好喝。所以就是有好汤又有好酒、嗯，所以其实气氛是还蛮好的。哎、哦欸，所以这个餐叙的时候是孩子们是不在的嘛？学生们不在，哎、欸，对对 对，只有就你们餐叙就是我们双方的官员嘛，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气氛也是蛮好的，非常好，边吃边聊。对，据说吃的还挺久的。本来预定可能吃一个多小时，现在后来吃到两个多小时，就这里吧。其实还好啦，我只是觉得他脸红红而已，没有到喝醉了，没有真的应该还好。可能有喝了，但是都没有到喝醉，没有到醉了。对对对 对，没有啊。对对对，就是但是这个茅台是真的不是、相当好的一个茅台，对对，茅台不是开玩笑的哈、哦。这个你看网友说那、这个凡哥好八卦哦，还要问一下，就是蛮久到底有没有喝醉？这看画面是不是觉得没有喝醉？我关心他很多年了，好吗？哦对对对，这个而且他很了解马总统，他看脸都知道有没有喝醉。对对对，他喝醉之后眼神跟他的表情哈、哦，那个我是有看过的啦哈、哦。好，所以这个等于这次，而且重点还有一个就是，这已经是等于是算是最后一个晚上的行程了啦。对，对而且我不得不说，这个永角马哦，啊，我的天老爷、啊，我零六零七那时候陪他什么 long stay 啊、哦、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累到，真的是他可以一天可以给你，尤其他出国访问，那个是没有在休息的哈。对，他的行程真的排满满，结果他就已经现在年纪都也这么长了，11天的行程一样马不停蹄啊，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他打瞌睡啊，我看他都不累，我都累，你们累不累？但那我们当然累，对，他们都累了，哎、欸，他真的宝刀不老哎、欸，都不会老哎、欸，对对。在大陆的官员也说啊，你们的行程实在太满了，连大陆官员都说没有排过这种，对对对，接待过这种行程，几乎是这个是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行程。嗯嗯嗯嗯，哎、欸，你看有人吗？喊这个是这个很厉害、啊，他说过期的茅台不想喝给我、啊，是行家是不是？好，对，所以其实他这次，而且他重点是，其实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有请那个欧桂芝老师来，哦，欧老师，欧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赞赏这一次马先生的安排的这些行程的店。欸、你认识欧老师吗？认识。你帮我转达，我这次去大陆碰到好多官员都说他是他的粉，欧粉吗？欧粉 ，OK， 要希望我有机会帮他们转达他们对他的敬意。好的，好的，没问题 ，OK， 好的。Jessica， 这应该是他是美国来的朋友哦。他说这个马英九斗内进来，谢谢你，他用美金斗内进来，谢谢谢谢。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会都两次了哈、哦，至少有沟通啊。那个柯呆跟蔡赖呢，有什么资格说嘴呀、啊？好、哦，然后给我一个凡哥刘一三。好，谢谢 Jessica， 他是我们来自美国的朋友哈、哦。斗内，对，谢谢你的斗内，谢谢你。这对啊，你说的对啊，他们两个都见了两次了，那其他人就是出一张嘴。对，然后马英九做什么，反正他们都有意见就对了哦。然后这个欧老师哈、哦，跟我讲，欧老师说，你看去看黄花岗，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嗯、他特别赞赏的是什么？嗯、是卢沟桥这个行程。哦，卢沟桥，那真的是。他说这个卢沟桥这个行程，因为当年如果没有卢沟桥的这一枪、对对对，这一枪开出去，我们就是不会开启这个八年抗战。对。台湾就是七七事变，对中国人的这个尊严，七七事变就是没有办法被后来被这个翻转过来，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非常赞赏马总统这一次就是安排了卢沟桥还有抗战纪念馆的行程，对，而且特别是有一位亲身经历卢沟桥的老先生，他已经93岁了，对对对，他当年他还小，他这是不是，但是他现在是。身体很硬朗，所以记忆力都很好。他跟讲到过去的那一段，他是真的是永生难忘啊。那马总统跟我们在旁边都听得多啊，都很触动。真的。如果是我不行，我一定会哭出来。你一定哭的。对，我一定哭哈。对，因为其实我们接下来好像就是当对这个八年抗战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那个中国的，我们应该说是当年。我们的国军在没有装备、没有武器，然后的情况底下，当然是节节败退，而且重点是日本人是对我们极度残忍啊，
他跟中俄打仗，跑到我们东北打，恶不恶劣？恶劣哈。然后拿我们的人，这个我们的中国人去做什么毒气实验啊？哈，各式各样的这些，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这八年呢，整个中国人是过得非常非常不平安的。包括我，你要说我喜欢追剧好了，那个一把青，一把青，对不对？好，这个白先勇老师的一把青，我可以看到哭到就是你知道，就是哭到，我觉得，因为他当时他就是哭到很那，因为他说啊，好不容易我们这个抗战成功了，结果后来还是要继续打仗哦。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武器、没有力气、没有兵力了。对。那请问一下哈，现在有一位资深媒体人说，他收到了这个，还有南京大屠杀更是可恶，对不对？完，而且重点是羞辱他这个中国的女性。到现在没有道歉，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羞辱中国的女性。好，那韩国还敢这边跟你大声喊说还我一个公道来，就我们呢，我们现在就像你看谢长廷啊去日本做这个，我们的课本把日剧改成日志，对，然后就是完全赋予日本同志时期的合法性，对，那也对日本的同志时期赋予很多对美好的描绘，没错，这个史观我个人是很有意见的。对，欧老师也气炸啦。然后你看现在有一个这个资深媒体人，他就说他收到简讯了，说日本的学者听到了马英九唱《长城谣》就抗议了哈。我真的生气了，日本你好意思吗？那个长城谣，我说真的，我从小就会唱，而且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的歌词。为什么？我的爷爷当年就是从那个长城外面的故乡，那个高粱肥大豆香的地方，不得已打仗，然后一路这样子来到台湾，这辈子此生他没有再回到长城外面他的故乡去了。日本人不就是你是就是始作俑者嘛，不是吗？你现在抗议什么东西啊？唱个长城谣你也有意见齁？我真的看到日本我就火就起来了啦齁。选哥，对你这个你觉得日本学者真的对我荒唐。我这边要讲一下，我觉得齁，我觉得所谓的历史或仇恨可以原谅，但是真相绝对不能遗忘。对。所以我们马总统到大陆去看这些抗日的场景跟纪念馆。我们不是为了要继续仇恨日本，对，而是要汲取教训，汲取和平的可贵跟战争的残酷。而且刚刚介凡也讲了，日本人要自己要去面对啊。你说你这个日本学者能代表所有日本学者吗？我不知道，谁知道他是谁呀？还有啊，我看到也某台的主持人大怒嘛，说什么他都没有投马英九，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也不讲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抱歉哦。这几任总统台日关系最好最有实质进展的是马总统，台日渔业协议是谁手上签成的？是马英九手上签成台日渔业协议的。你说李登辉、陈水扁跟蔡英文跟日本好像不错，他们有签证的东西吗？没有，他们只是 无条件的接受日本的所有。可是马英九虽然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政府的需要跟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签了台日渔业协议，可是该讲的话还是要讲。你日本人这个日本学者我听说了，他是在一半台湾一半日本的，他是在台湾念到建中，念完之后才回日本，所以他等于是有一半的是台湾的意识的那种，而且是台独意识的那种，所以他不是那么纯粹的日本学者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能代表所有日本人，但是他的这个史观是绝对是错误的。你刚刚讲的很好，慰安妇日本人从来没有道歉，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你韩国就非常的激烈，我们台湾现在已经，以前马总统的时候还会，马总统对每年还会帮，还会为慰安妇争取权益。蔡总统时代连外交部都把那个预算删除了，对，什么要帮慰安妇的一些预算全部删除了。那这样就代表说，我们对日本现在的日本政府完全不敢去提这个事情。那你更不要提那些所谓的抗战的事实。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去面对历史有什么不对？你这个日本学者或是有挂号的日本学者。你有什么资格来对我们说三道四？真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以为然。而且我必须说，我认识大部分的日本人绝对都比较理性，他们大部分都认为说错了就是错了，过去就是过去，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这个长辈做错的事情，他们就要去面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啊，而且这也不妨碍马总统任内跟日本签订的台日渔业协议。对，确实是这样子。但我会生气，是因为我就心疼我的爷爷，没办法再回到关外去了嘛。大家说我这
个性这么呛，对，我就是东北妞啊，我就是 东北大姐 啊, 啊，对，就是对，真的豪气，豪气，对不对？那我也会心疼那个长城谣唱起来，我从小唱唱这这，等一下唱个长城谣，学生也哭了嘛，不是吗？对 对，因为在那个场合很感动，对呀、啊。对，年轻的学生也许他真的这辈子没听过长城谣，就是感应到那种但是他在那个现场他就是觉得说，哦，真的长城外面的故乡，但我回不去的那个时候真的是那种心痛，哎，所以这有什么好讲的哈、哦、所以这真的是哦，这个不得不，我们有网友说不得不这个佩服韩国人，至少对自己的历史牢记在心，不像我们是帮他擦脂抹粉、啊、而且韩国人很坚定很强悍的去不要说他们慰安妇这件事情，对，他们还上那个国际法庭去陈述，对，没错，去国际法庭，对，嗯，这个精神我们是要学习，就是说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是要继续对日本的仇恨、嗯、事实上我们现在跟日本也有很多往来，对，我们也有很多每年去，对，大家很喜欢日本，国人出国最多的地方还是日本，然后你说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常用、嗯、可是日本过去的犯下的错误，我们不是说啊，因为现在跟他不错就遗忘，纪念只是为了要汲取教训，所以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节目主持人跟日本学者会这么激动。对对，那我觉得这只能够反映他们的心虚了，因为他们不敢去面对这一段残酷的历史，他们不敢去面对那些真正亲人在战乱之中伤亡，甚至于被日本人凌虐的这些家属的心情，他不敢面对。对，因为目前非常恶劣。目前在台湾的就是愿意出面的慰安妇们都已经过世了、嗯、都凋零了，因为马总统任内有两个交好的，就常常每年都去看他的阿嬷，小桃阿嬷跟另外一个阿嬷都过世了，这几年都去世了，对，所以好像大家就当没这回事、嗯、他们没有等到日本人正式的道歉，日本政府的赔偿这一辈子都没有等到，对，而且日本人就是不愿意用赔偿，他还说、哦、我可以这个抚慰，他们还去募什么、啊、而且还是企业的钱去跟企业募款，这个真的是很糟蹋人的一个做法，这真的是很可恶。所以老实说，我到现在哦，我女儿我不去日本玩的，我就只有讲一句话，没有道歉，没有原谅啊。好，对，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会真的很生气的，尤其是慰安妇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们现在跟日本的政府或是日本驻台官员也都非常频繁的交流，而且都没有问我们对很多事情也有相同的看法，可是历史上这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要面对，历史就是有错就是要道歉，就这么简单。对，这个是日本人，你就不用一个长城谣你要抗议，真的是气死我了。哦，少康战情妇也抖内进来，也是美金哦。他说，萧执行长在会议的时候坐在马总统旁边，动作神态很有那个布林肯的那个风采，谢谢、哦、所以支持马总统明年选党主席，还有凡哥要加油。对，我努力的加油哦。对对，他不会再选党主席，但是国民党也不用担心。但是话说，国民党不用担心。但话说回来，我说要说真的哈、哦，这个九二共识。口头一中各表，这一次马先生总统是当着习近平的面一次不漏再一次把它讲出来了，对不对？原汁原味、对，原汁原味讲出来了，这个就是定海神针嘛。但是我们国民党没有 冷处理冷回应、像话吗？你说赖清德假装听不到，那就是他是台独金孙嘛、但是国民党有一个人回应了，朱柱姐哦、朱柱姐回应，其他人呢？其他的人去哪里了？哦，对不对？难道不应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哦，他说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啊，不符合现在不符合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管你符不符合，当年不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不会有这么好的和平的景象嘛？对不对？我是看到朱立伦主席最近这两次都有公开的肯定跟支持马总统访问大陆跟习近平会面这个事情，而且也肯定我们带回来的和平成果，是，所以我是认为国民党中央是支持的，是，但是当然凡哥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今天马总统在习近平主席那个先生面前讲到了一中各表，对，这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区别。对，我们是有九二共识的，我们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那请问，未来如果不敢讲，我们跟民进党要怎么区分呢？你难道觉得我们不讲之后，年轻人就会自动投给我们吗？不会啊，不会啊，他宁可去投去当小草啊，投给那个
哎，柯文哲又你知道吗？他又蹭你们一下了，哇，这次马英九这个不错啊，两岸对话啊，怎样怎样，又关他什么事？没有了，我过去是曾经讲过了，我说如果我们的路线，要跟民进党看起来很像，对，我们注定又永远输给他，对，就像是一只 iPhone 跟 iPhone 的山寨机，消费者永远会选择 iPhone。当然，如果你要做山寨版的民进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对，那而且我们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是，就像这是马总统去讲的，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对，这也是在我们国民党建党以来，我们的理念嘛，五族共和嘛，是不是？还有拿出来读一下，快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是在我们的党纲跟政纲里面嘛。是。还有，我们是完全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认为大陆不是国家，大陆是地区。对，我们也保中华民国宪法也有统一前言，所以我们在李登辉总统时期也有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对，来就近程、中程、远程。对，李登辉总统哦，就是后来大家觉得他是搞台独的总统，但是他当时他也有这样的破坏。对，而且当时还据说帮他很大忙的那个人叫蔡英文。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国民党要好好思考我们跟民进党的不同点在哪里。是，那民进党很简单嘛，他们就是不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灾难，对，赖清德都公开说是灾难了。那在这样的架构下，他们完全否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也否定一中宪法，哦，他们发明了新两国论嘛，对对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台湾互不隶属，他们把中华民国变成中华民国台湾嘛。那另一个就是他们完全不要统一前言，所以民进党的发言人赵宜翔才会公开说，即使是和平统一，我们也拒绝。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个第一个违反了我们宪法，对，我们宪法是有统一前言的。那如果未来的子孙决定要统一，你现在就要拒绝，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民主逻辑。第二个，你不要和平，难道你要武力吗？所以所以他们显然很想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就是国民党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架构跟理念，而且去容纳所有各自不同想法的人，可是民进党是很偏狭的去操作所谓的这个认知战啊，操作民粹，操作芒果干，操作所谓的台独建国意识，操作这个的那个偏狭的民族主义，然后还有一些帮他们护航维持的所谓的自由派学者，括号去发明的在地协力者这种概念。哦，就是要去把未来要把跟他们不同想法、没有台湾价值的人罗织入罪，这样的危险的倾向，国民党一定要坚决的阻止。对，所以我其实有公开呼吁哦，我在你节目好像也提过了，就是国民党立委现在是多数，是第一大党，没错。民进党、民众党立委也支持两岸交流，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在这个法案展开第一次合作，没错，去修改反渗透法，是把不合理的行政权会滥用，会去就是去这个破坏人民的一些法条修掉。你看在选前，他们就用反渗透法起诉或者是约谈了多少里长。对，现在台北市里长很多连去到都不敢去啊。对，那我在想，如果照着赖总统的洗涤人心的论述，那是不是未来反渗透法会扩大运用？那以后就是搞不好我们明年去就不能去大陆，他就说你因为你这个对，危害国家安全，然后你就被抓去洗涤了。你要洗涤，相信你可能也会被洗涤。我们一起啊，我要被改造。对对，因为我需要被改造，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你失去了行动自由，他说自己要付出代价。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很认真的讲，如果国民党立院党团、国民党立委没有把握在第一会期、第二会期这样的一个大家还算是刚选完，这个情势还没有说很明朗的时候，你没有去好好的去修改反渗透法，就是辜负选民的期待。对对，所以就是其实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它是有它的历史定位的。这个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把它这个当年的整个脉络搞清楚的话，那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用一种这个模糊空间去这样面对。对啊，这个介凡，我真的讲白一点，如果这样的态度要持续下去，不管谁2028，我觉得都会有一点困难。对。因为你还是停留在那个逻辑嘛，就是我自我否定逻辑嘛。我觉得我的主张、我的东西好像年轻人不接受，所以我都不敢讲，我就先不讲。然后我就是去做我的其他的事情，然后好假装人家都不会注意到我国民党的主张。那等到要选总统的时候，我再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给混过去，混不过去的，不能这样子处理事情。所以你们四年之后还要再保送赖清德吗？是这个意思吗？太可怕了。当然还是有蓝白合的问题，是蓝白合问题。现在，所以我才说蓝白至少在立法院应该要以这个反渗透法修法为第一个来展现蓝白能不能合的一个试金石嘛。那如果说你连这种妨碍这个民人权、强害人民两岸交流，去实质去破坏两岸交流的法律，你都没办法修，那你要人民怎么信任你们四年后你们可以执政呢？对啊，所以国民党加油好不好？真的加油哈！这个前面有人在拼命嘛，在努力，年纪这么一大把了，还要跑这一趟哈，对不对？带着这些大学生去，然后后方你们也不能这个。没有援助啊，不能这样子啊，后方就直接放空哈，这个真的我也看觉得挺难过的。因为我有预感，赖总统上任之后，他如果两岸政策是这样哦，我觉得可能连交流都很难乐观，因为他连这次的马习二会所这个抛的球，和平的这个氛围，他都拒绝接受，对，而且连美国爸爸的话都不听，那未来走自己的路，那未来两岸交流是不是会全面限缩？那我们有第一大党在国会席次上，我们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这个真的要思考。对，因为接下来你从赖清德，好了，内政我们就是不抱期待了，因为大概就是那几个人。你看他的整个国安团队，就是换来换去就是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就是都是很那个鹰派的人呢。对，这所以我说我刚除了林佳龙是路人呐、啊，对，林佳龙是路人呐、啊，他不是自愿的。我是说，如果依照这种无招械为主的国安团队哦，我觉得对全世界甚至于对大陆释出讯息就是我要战，我要鹰派，对啊，然后我要延续这个抗中保台路线。是，那可奇怪，赖总统不是之前讲过什么亲中爱台吗？这是他讲过了吗？我对不起，他说的话我不太想记得。对，这个可能要问谢龙介，谢龙介是对对对是龙介，对对，有监督他，一生监督他，扣他一下，专家 call out 一下。我记得赖清德在某次的这个选举还是什么，他讲过亲中爱台。请问赖总统，你五二零之后是不是可以宣示你要延续亲中爱台的基调？如果是还是抗中保台，那你要怎么继续开展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团队让人家没有看到新的契机跟讯息，我因为都是旧瓶装旧酒嘛，对，只是把标签涂得更深一点而已。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讯息，让大家更加担心。而且那天张五岳老师在我们节目上，他也讲说，事实上对岸这次虽然说见马英九，这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当然是想要传递一些讯息，但是他也觉得，其实对岸对于赖清德的五二零演说是完全不抱期待，这很悲哀。我的感受是，大陆已经没有再寄望赖清德政府了。他们，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还是在马习二会释出对台湾人的善意嘛，就是希望能够扩大交流，然后也鼓励大陆民众多来报道台湾看看。第二，那另外一方面，他们就是全面就是完全跟美国谈，对，就是控管台独，控管这个台湾的政府，不要让他爆冲，他们只是直接找美国谈。这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我们什么时候沦为说是别人谈的一个菜单？他们两个人谈好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在餐桌上？我们要变成菜单？是不？这个那布林肯的名言嘛？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在餐桌上一起来参与，而是要变成人家谈的菜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惜啊，这是在现在交接期哦，我觉得政府也是一个空窗期间的。对，但是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发言都要更谨慎。对。但是陆委会居然还可以发出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所以其实陆委会昨天这个我很奇怪的是，因为其实我从第一天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张伟岳老师在讨论，就是邱泰山其实那天我们有你在出发前来节目，我们讲说邱泰山感觉是正面看待，邱泰山怎么不见了？然后昨天拍了一个副主委出来，然后就哇立刻变成这样子，并棒球好像就是这个刀来枪来的那种感觉。那这是到底是这东西这个转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号。那以我参与这个政府的运作业务来看，我会认为就是赖清德准总统他有一个表态，然后蔡英文总统大概也没有
过度干预，没话说，对，所以本来的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就他的话就收回了，因为他刚好也要换掉了啦，已经对半，已经都已经说新的陆委会是不管他们的历史、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两岸的 credit 给马英九也好，或者是不想让国民党还有机会去更加的去扩大他的支持群众也好，或者是根本他们不想要两岸和平，他们的设定的议程就是两岸要持续紧张，这样才能够继续执政，有可能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把台湾人放哪里？我是觉得台湾人有这么悲哀吗？我们的命运要交在别人手上吗？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要和平？你为什么宁可被美国爸爸这个跟美国爸爸唱反调？你也不要和平？你要去尽一切力量认知作战啊，或者是抹红啊，去扯马英九，这是访问大陆的后腿。对，你不是扯马英九后腿，你是扯台湾人后腿。没错，台湾人的安全跟两岸的和平都在你在扯后腿。那请问你，2005年出生的孩子，从今年开始要服一年兵役了，未来你听说要再演，那你要买更多武器，然后你要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设定好未来的两岸是要走向冲突的吗？那你这个是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去做这个事情？我这个是我的疑问啊，因为40%的选票给他们的权利啊，因为政治我们要这样看哦，政治你不能只看他的表面的言语跟动作，你要看他背后的一个企图。就当你看到陆委会的声明稿跟这个绿色的这个侧翼的一个整个攻击，对，你就会去思考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问题很简单嘛，你不要两岸和平，那你要什么？那就是他要两岸持续冲突，对，他要靠冲突来创造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可以在美国的介入之下确保两岸不会真的怎么样，然后可是还是保持冲突状态，对，然后借取谋取他2026年、2028年的选举利益，但是这个是很可耻的，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顾到台湾人的权益，对，没有完全顾到台湾人的福祉，只在乎自己的选举哦。然后当然啦，其实那天欧桂芝老师也讲了说，好，没关系，赖清德你就这样干，你要这个改造社会，洗涤人心，你要用这种方法来用跟对岸来这个来不就是不读不回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的历史定位。所以我说我刚刚还是在讲在野党能够做什么，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既然可以过半，国民党跟民众党要针对这个我刚刚提到可能的形势，对，至少为了60%的民意，对，要展开一些预先的一个预防跟合作，对，不然的话，未来赖总统上任，万一要是他真的如他所说的，他要开始洗涤人心，他要开始运用行政权，去做一些违反人民权益、阻碍两岸交流的事情，我们的在野党能做什么？我们的国会席是摆在那边，是要怎么发挥？我觉得是个严肃的课题，是严肃的课题，真的是。你看，所以今天真的难得网友非常的多，甚至有人说感觉，对岸对国民党的期待其实也降低了。我没有这样感受了。我觉得贵安还是认为说要有这个跟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国民党是这样子吗？对，还是会继续交流。我不认为对国民党会有一些负面的，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执政党，因为执政的是民进党嘛，没错，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用这种，你最后就4年之后还要再保送赖清德一次嘛，真的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尤其是战争不要哈，就是我们没有要战争。那现在马先生他很努力，但是他真的是一介平民，他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他很努力，未来也不会再选举，他想要一个和平，他想要至少我觉得你看他也带着年轻人去，为什么？他也希望这些未来我们这些至少这个年轻人不要上战场嘛，这些年轻人将来是怎么样，是可以找工作，对不对？然后有可以成家立业的，可以安居乐业的，所以还带着年轻人去了。但是你民进党显然不是这样嘛，你不断的在利用年轻人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们去把这个年轻人的脑袋洗洗洗洗洗，把它洗成绿色的了就好了。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讲他做这件事情重要目的嘛，就是一直执政，一直执政，一直执政。我甚至于我搞不好他们有更远大的目标。嗯，但我谢谢凡哥给我这个机会哦。嗯，马总统这次去真的没有任何职务，对，他真的只为了我们台湾人跟后代子孙。如果今天可以让这次的会面降低紧张，习近平也等于是呼应了两岸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部分可以交流。这部分这个是马前总统用他一己之力他能做到的，然后是为了台湾人的安全。嗯，这个时候回到执政的民进党，你难道不应该拿出更多对台湾人的责任吗？真的，你难道不应该拿出，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投票给你的这些人？他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希望两岸走向战争。嗯，走向战争啊，我们不希望变成乌克兰第二，可是照现在世界的形势跟历史的规律，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台湾只会变成乌克兰第二，甚至于更糟糕。更糟糕，因为乌克兰还有一个跟这个波兰等这个内陆结合，他还可以逃啊。台湾是四面环海啦，对啊，我是觉得非常糟糕。所以这个今天讲到一开始本来真的是蛮开心的哦，请炫哥来想要聊聊这个马前总统这十一天的行程，那到最后其实真的突然又变得很沉重哈。对，因为凡哥，你接下来要注意这个情况。如果我的推论没有错，赖清德政府他是有一个既定的政治时程，甚至也是远大的目标，然后前提是台湾要跟大陆保持冲突，这个是很危险的讯号。是，而且美国人不见得能够控管。所以他的那个目标，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嘛，因为他不小心都会讲出来嘛。就像我们，他是一个比较直，对，就像我们马先生会把中华民国讲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刻在心板上的是什么东西，你不小心。所以中华民国是灾难，也可能是赖金德的真心话。对，真的是啊，但是没有，但是人家现在民进党立委一天到晚都说违宪，哦，这时候宪法又变成这个。那如果是他们要那么遵守宪法，那为什么他否定宪法是一中呢？不懂啊，所以他们的那个逻辑啦，我们不能理解啦。哦，真的，今天气氛沉重啊，台湾情势乐观不起来，网友也很担心，大家都很担心，好不好？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马习社会看起来有一些和平的橄榄枝，结果民进党立刻全面封锁，全面封杀，对，全面的去痛批，这是不好的讯号。特别是在美国人都发表了肯定之后，对美国国务院都讲话，所以很奇怪。好吧，那赖清德你就硬下去哈，那个对岸你就不甩哈，美国爸爸你不听，我们就看你怎么弄吧哈。反正最后真的倒霉的就是我们大家了。我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对，我们都不希望走到这，因为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我们都生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能够好好过日子哦。这个，所以。赖清德真的，切拜哈，拜托你哈，真的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不要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前面，这个才是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哈，我们还偷偷多了两分钟，非常谢谢这个旭仁哥，昨天才下飞机，今天就立刻来想要面对面把这一趟行程还有所代表的意义。还有这过程，大家许多的猜测啊，这个他今天都把它说清楚，把它说得很明白了。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个星期二中午12点，我们再继续线上面对面喽。大家拜拜，谢谢凡哥，谢谢各位朋友，拜拜。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寄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给我下单！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